弟兄姐妹，大家早。今天我们要来看诗篇131篇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端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端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愿上帝祝福他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昨天呢，我们谈到呢一首为国家祷告的诗，而今天呢，我们却看到呢有类似的。那作者呢，就是呼吁全国人民要仰望神。这里说，当全国百姓为国家向神祷告的时候呢，全国呢就要一同的来仰望神，专心的仰望他的工作，而不要呢三心两意的依靠别的。那首先呢，作者的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靠自己。那经文给我们看见，世人不敢靠自己，因为他知道人常是高估自己的，以为呢凭着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。的确的，没错。那第一呢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自视过高，所以他说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那诗人非常谦卑的在神的面前，他不敢自视过高。对，弟兄姐妹，人的心呢常常狂傲，口出狂言呢，高唱没有神，宇宙不需要神。人的眼也常常的自大，那呢目空一切，就好像早期苏联第一位太空人到太空的时候，他说我在太空我见不到神。科佩里回应说，这好比一条虫从地里面呢伸至头来说，哎，我看不见人。人的无知呢使人的眼目高大，这不是贬低人，乃是因为呢世上有许多测不透的事，人不懂事呢，所以世人就如此的说。他说，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那作者呢大概呢是一个真正认识自己又真正有学问的人，他一定要承认有许多重大的事，许多测不透的事呢我们是不知道的。那小小的发现，小小的突破，就以为了不起了，就是呢还未认识自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些东西当我们有了一些的知识，那不代表我们全部的东西我们就懂。那人因为没有认识自己，就知识过高，专靠自己。所以世人他认识神，而因着认识神呢，他也认识了自己，所以呢他也真的不敢呢专靠自己的势力。第二呢，他就安静的来靠神。第二节他说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端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里。然后呢，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端过奶的孩子。那这是平静安稳，就是安息，没有其他的祈求，仰望神的人，这是这样的内心平静安息，等候神的工作。那弟兄姐妹，神做工是人常常测不透的，都是意想不到的，让我们安息在主的怀中，就好像端过奶的孩子一样。我们要问，我们的心真像端过奶的孩子吗？真的完完全全的相信主做奇妙的事吗？真能够救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同胞脱离仇敌魔鬼的操弄和压制吗？我们真的要一起来同心来相信。然后第二部分呢，作者呢就鼓励我们，我们真的要长久的仰望神。第三节他说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弟兄姐妹，而是全体的问题，全体人民的问题。全国要一起的为国家祷告，为国家守望，一起的仰望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的国家和百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早晨这个诗篇至少他给我们提起的几方面。第一方面给我们看到，
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有这个责任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守望。第二呢，给我们看到必须是常常为我们国家守望，坚持到底。第三，也给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而已，乃是要全体的基督徒，全国的基督徒要围绕这个国家来祷告，祈求神赦免回转，上帝才在这个国家开始工作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每一次每一年我们都有这个八月的禁食为全国祷告，这是因为这个运动是由我们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所举办的，许许多多的教会，无论各语言，中文、英文、纳米尔文、马来语、国语等等，我们发现当各个教会开始为国家祷告的时候，上帝正在工作。弟兄姐妹，那我们为国家祷告，我们不要放弃，我们鼓励大家参与我们一起的行列，常常为国家来祈求，好不好？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为马来西亚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呼求你，求你祝福，求你将这个国家，你之前已经命定这个国家的前途，主啊，让它能够执行出来。主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不允许任何属黑暗的势力来拦阻这个国家走向你的命定，走向你所设定的。主啊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你的权柄必要在这里掌管。主啊，我们宣告你的平安，我们宣告主你的公义、你的公正、你的圣洁要临到这个国家，我们宣告上帝你的荣耀要再次的恢复在这个国家当中，我们宣告主你的教会要被兴起起来，我们宣告主啊，众圣徒要苏醒起来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手开始在工作，我们要看到上帝的灵开始运行在每一个的州府、每一个的城市。主啊，你的灵要使人的心苏醒起来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要悔改在你的面前。如果我们的国家过去呢，主啊，有彼此的仇恨，种族跟种族、民族跟民族，主啊，或者是在许多的方面，无论是在社会的问题、教育的问题、政治的问题、种种上的问题，主啊，我们犯了罪，主啊，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，主啊，求你不纪念我们的罪孽，主啊，求你再一次的，主啊，恢复我们，恢复我们的，恢复你的荣耀，恢复你的复兴，领到这个国家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代表这个国家回转。哦，主啊，也求你赦免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拜偶像的罪也赦免我们。主啊，不承认你。主啊，我们国家引进了许许多多的宪法，许许多多的主啊，一些不讨你所喜悦的事情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教众教会要站在这个国家的破口当中为这个国家守望的时候，上帝啊，你的祝福就要领到这个国家。我们要看到上帝你正在掌权这个国家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要仰望你，为这个国家守夜仰望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早晨我们要再一次的将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，祝福马来西亚，也祝福你的教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，阿门。